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一夜黄飞》，作者悠然，演播叶离，后期制作野心。第81集。时间紧迫，正午时分便是行刑之时。芷涵焦急地站在定口，任秋冷的风灌入衣袍。他远远望着，终于见到李昭南伟岸身影姗姗来迟。他心下稍安，转身回到桌案前坐下。他令人端了精细的桂花莲子糕，细腻的糕点再配上一碗安神的桑葚百合粥。李昭南踏进大殿，便见芷涵微微笑着迎了上来，他脸上有明显倦色。李昭南看着桌上糕点，轻声笑道：又等我，今儿个竟还有这样好的兴致做了糕点。芷涵望着桌上细致点心，百合粥粥香四溢，他怔愣片刻，李昭南望着他轻唤一声：芷涵。芷涵身子竟是一颤，随即笑道：还不尝尝看，怕你也是饿了。李昭南望着清香扑鼻的百合粥，轻轻搅动：我还真是饿了。李昭南舀起一勺放在唇边，芷涵呼得开口：昭南。李昭南转身望向他，钥匙般黑色的眸明光烁烁，他的眼照进他恍惚的眸。芷涵忽地觉得自己太过犹豫了，涩然一笑，平静下不少：没什么，小心烫。李昭南唇角微微一动，百合粥放在唇边，一口一口一滴不剩地吃下去。芷涵只是怔怔地望着，晨雾已浮起，湿冷的气息令最后一丝烛火熄灭。芷涵看着李昭南，目光渐渐迷茫，他揉着头：许是太累了，我要睡一下。芷涵点头扶他起身，烟飞色浮花帐若朝霞渺渺，芷涵令他躺倒在床榻上。李昭南眉心深凝，只是一会儿功夫便似已沉沉睡去。芷涵望着他，巨大的愧疚席卷而来。北冥以香料闻名，其中有一种叫做淡蜜的香料，可致人昏睡两个时辰不醒。雪娜说要他务必令李昭南昏睡过去，而他自己前去天牢，自己以他侍女的身份进入，再令一些太子旧府僚扮作侍卫，将杨元客神不知鬼不觉地唤出来。若李昭南清醒着，便只怕有所变故。昭南，原谅我，面对雪娜的深情，我无法拒绝她。况且要我当真眼睁睁看着六哥死去，我亦不能。毕竟那是我年少之时唯一的温暖，亦是我内心深处的一缕阳光。芷涵终于转身而去，大殿之内忽而静的压抑，唯有一缕晨光照透了浮纱帐。帐内的男子悠悠展开双眸，深邃的眼望着那决然而去的女子，眼里浮起若有似无的几许落寞。芷涵，我说过，只要是你递来的，即使明知有毒，我亦会甘之如饴。李昭南闭紧双眼，双手紧握。你终究还是不能看着他死去。当然，这其中再有的变故便是杨元客了。雪娜指望芷恒的到来可以让杨元客下定决心，
只横着了绯红鸾凤裙，发上蜂蝶主舞，庄重的一身皇后装扮，神色凝重而端持。雪娜扮作宫女跟在她的身后，一众侍卫皆换作了昔日太子府旧僚，一路疾行，穿过长廊暗林，天牢所在偏僻而阴冷。一路上，芷恒谨慎小心地看着周边的一切，似乎顺利地出乎他的意料。他来到天牢门前，守卫见皇后声势赫赫，连忙见礼：“参见皇后。”芷恒肃声说道：“免礼，今日行刑，本宫尚有些话要与牢内人讲，并且我要亲眼看着他们死去。”芷恒生怕守卫起疑，故而说得冷酷阴狠。守卫微微皱眉：“皇后，这……我此来，陛下是知晓的，不过陛下此时正在洛幽宫歇息，才睡下了，您亦大可去问过。”半是威胁半是劝解的开口，芷恒说的口气得体。守卫连忙低声道：“小人不敢，皇后请进便是。”芷恒略微蹙眉，打量着守卫：“果真便是这样容易吗？”他略微迟疑，这一切容易的令他不安。但时间来不及叫他多想，一行人连忙进牢，牢门当啷打开，牢内的黑暗令芷恒一时辨不清方向。一人引着他走下台阶，芷恒吩咐道：“你自先出去，本宫有些话要好好问问。”那人稍作犹豫，却与芷恒坚决的眸光一对，连忙退去了。牢内哀伤的人们，死气沉沉中似乎更有几分惊惧。他们怕他吗？芷恒心中苦笑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他目光拂过眼前众人，无论面对怎样或祈求或平静或愤恨的目光，他皆不曾停留。转过一个浅弯，便是杨元客被单独关押的牢室。杨元客见芷恒前来，目光里有几分意外。“九妹。”他率先开口。芷恒点点头，眼神侧向另一边，杨元客亦随着望过去，忽的一惊：“雪娜。”雪娜点头，扑在牢门上：“太子，难得皇后愿意帮忙。太子，雪娜并没有挟持皇后，皇后是愿意帮忙太子逃脱的。”杨元客不可思议地望向芷恒，芷恒微微垂眸，淡然的神色不明所以地有一丝哀伤。杨元客犹记得那日求和，他一派坚决不肯议和，可是如今面对生死，他却甘冒这天下大险而救他出牢吗？“九妹。”杨元客一声似询问又似感慨。芷恒缓缓抬眸，温然笑了：“六哥，快些换了衣装，芷恒送你出宫。”记忆里那些细碎的回忆突然清晰地穿越脑海。九妹对自己的情谊，她从不曾发现，直到叶贵妃之死，她亦不能确定那是真实存在过的感情。直到这一刻，他真正信了九妹与他许当真有过一些深深浅浅的情愫。“六哥，亦莫要辜负了雪娜姑娘的用心。”芷恒催促一声，杨元客方回过神来。他看着他，他要他不要辜负雪娜，是因为自己曾深深辜负了他的一片情意吗？想着点了点头，应道：“好。”杨元客迅速换了侍卫衣装，另一名侍卫走进牢房内，杨元客微微凝眉：“
你用人待我。志恒微微垂手，此事他亦并不赞成。此人是雪娜找来的太子府旧僚。雪娜说，太子，我们会好好照料他的家人。杨元克目光沉沉，他犹豫地看向那名侍卫，那侍卫却倏然跪倒，太子请别再犹豫，难得有这样的机会，小人岳山蒙受太子一份之恩，更令小人在太子府谋事，小人全家老小才不至露宿街头，如今北冥蒙受大难，小人唯愿为太子而死，更相见太子乃言而有信之人，定会好好照顾我的家人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一夜皇妃》。杨元克这才忆起，十年前自己还是十几岁的少年，却曾于街市边救回一名男子，给他饭吃，并且让他留在了太子府内。杨元克望着跪在地上已然将囚衣换在身上的男子，他身形与自己差不多，只是脸容上的差异。见他犹豫，雪娜忙自怀中拿出一副面皮。杨元克一怔，是的，雪娜来自异域，有极强的易容本领，她可将两个人的脸孔做成模子粘贴上，虽然仍略有差异，但总归不会有太大的破绽。看来一切都已经准备齐全。杨元克扶起跪着的岳山，郑重承诺，好，你的家人我定将他们奉如圣宾，绝不亏待。岳山点头，接过雪娜手中面皮粘贴在脸上。杨元克踏出牢室，只恒将牢门锁好，杨元克最后深深一依，这一去他知道意味着什么，有人为他如此牺牲，而活下来的他却绝不能只是苟且偷生。心里卷起巨大浪涛，拍击着胸口。雪娜连忙道，太子快走吧，再晚只怕亦要连累了皇后。杨云客放向指恒，两人目光交汇，往昔的如今的复杂情感在眸光里荡漾。昏黑的牢室，似乎只有彼此的目光是唯一的明亮。指恒转开眼，走吧。杨元可掺在一众侍卫里，深深低首。他走过关押着北冥皇族的牢室，指恒走在最前面。九妹，你真的，真的这样绝情吗？杨元赫见时辰渐到，指恒走进牢门之时，他尚且抱着一线生机。可是他只是进去看了杨元赫而已。指恒默然地看他一眼，这个曾欺凌他冤枉他的男人，他头也不回径直而去。杨元赫如同疯了一般，最后拼命挣扎，杨指恒，你难道只在乎六哥吗？杨元赫冲着关押着杨元克的方向喊道，六哥，六哥，你求求他呀，你求求他。他敲打着牢柱，震撼的声音令杨元克心里震荡。他看着指恒安静的背影，他只是稍稍顿足，唇角露出一丝冷笑，裙角微扬，决然而去。杨元克目光不敢四处观望，雪娜以目光催促他，杨元克连忙收敛住心神，跟着指恒走出大门。指恒走在前面，日色也亮了，秋阳高烧。牢门外已有负责行刑的官员严阵以待，见皇后自牢内出来，先是一惊，随而拜倒在地。指恒免去他们的礼数，步履匆急而去。无人处，地平原。指恒送杨元克与雪娜到宫门口，
重似郑重地吩咐雪娜要为她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守军打开城门，并未向芷恒索要任何胜利。杨元克亦感觉奇怪，以李昭南之缜密，怎么可以容忍这样疏漏的守卫？难道是才到北冥，北冥亦不是他长留之地，方才没有那般警戒？此时无法多想，他站在宫门外，远远望着云天吞没宫宇，这座他从小长大的皇城，这座他曾立誓要守护的皇城，如今他恢弘依旧，却已不是自己的家。杨元可紧握双拳，目光深色，曾经的那些年月，情歌悠悠，笙箫阵阵，这座香艳不凡的城已萧瑟不堪。六哥，快走吧，我亦不能久留。芷恒见他凝望着皇城，他明白他此时心绪定然难平。杨元克缓缓望着他，芷恒华裳翩翩，秋风扬起他墨发飞扬，依稀可见的绝色容颜。九妹明明生得一副美艳惑人，妩媚妖娆，却偏偏一双眸子冰清玉洁，不染纤尘，令他那魅惑容颜顿时显得透彻灵秀。长风将华裳吹起，紧紧贴住芷恒玲珑身躯，他身姿便更显得曼妙多情。杨元克微微一笑，目光渐趋温柔，他一步步走进芷恒身边，凝视的眼里令芷恒心中一颤，他不觉后退一步，却依然被杨元克轻轻抱在怀中。芷恒一惊，他的怀抱极轻，轻得几乎不能感觉。芷恒怔愣地站在当地，杨元克微笑地低声道，九妹，等我。芷恒忽的一阵大骇，他连忙挣脱出他的怀抱，眼光里是晶凝的颤抖。不可否认，他心意大乱，但六哥只是淡笑而已，他转身而去。身边雪娜脸色瞬时煞白。六哥，芷恒忽地开口叫住他。杨元克回首，只见芷恒容色苍白，目光悲伤却坚决。六哥，别再回来。杨元克闻言淡然轻笑，却一言不发，只是转身长叹。九妹，如今我才真正知道，曾经的曾经，是谁将红颜韶华亲手奉上，是谁用绝美容颜独面异国他乡的凄苦。你长年以来如此孤独寂寥地活着，而我却对你亲手奉上的那一片情谊视而不见。我似乎总是这样，总是错过，总是擦肩，所以我至今仍孤独一人吗？杨元克修长身姿渐渐走远，芷恒望着他的背影逐渐消失在空阔无垠的天边，心中一片忐忑。六哥淡笑的脸为何让他如此不安？等他？他话里有话。芷恒紧紧攥住衣袖，六哥千万不要再回头，与雪娜远走高飞，不要再回到北冥。希望我这一次的决定不是错。他转身走回皇城，城门之上一国之君低眉凝望，双拳紧握，却黯然失落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一夜皇妃》，作者悠然，演播夜离，后期制作野心，第82集。秋色分外阴凉，天灰蒙蒙的，北冥皇祖于今日赐死于天牢之中。一壶毒酒，三尺白绫，曾经鲜活的生命刹那逝去。11月末，冬寒迫近，李兆南安顿好北冥一切，便欲启程返回滦阳城。天下一统，俯瞰江山，中原大地唯我独自。只是天子眸内的光辉却愈发晦暗，他常常执笔而书，直到凌晨。起初志恒不懂，后来无意间看到了他所书长卷，方才了然。百姓足，君属与不足；百姓不足，君属与足。下品则上品，下富则上富，上下俱富，才能富国裕民。凡治国之道，必先富民，民富则易治也，民贫则难治也。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，是以善为国者，必先富民，然后治之。仓廪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。一行行皆是治国之道，志恒这才明白，李兆南心知自己乃是马背之上得天下的帝王，于治国全然不懂。自小李忍亦未有将他当作太子培养，自不会刻意教习他什么。而当他果真做到这个地位，却明白再也不是马背之上刀枪说话的天下。今后他需要的是冷静、淡定和隐忍。志恒看看天色，水中月盘清寒，今夜过后便要启程回到滦阳。而北冥皇室既死，杨芷涵亦被正式册封为客妃，今夜她该在春暖阁。月光碎在湖水中，这一切最终还是无可避免。春暖阁，窗畔飘零落花如雨，帝王长身鹤立，凝神痴望彻夜。他亲眼看着芷恒放走杨元客，他没有阻拦。如果这一送能彻底断了芷恒心中的念想，那么又何必计较？只是难免心里会有多多少少的落寞。自从巨变，这是他第一次踏入春暖阁。听闻曾是歌妃所居，如今杨芷涵住在这里，他也将随着一同回到滦阳城。陛下还不安心吗？声音是冷冷的娇柔。李昭南回身望去，眉心微凝，杨芷涵一身华锦，绛红的宽大裙服衬得她身姿矮小，烛光之下她面若桃花，唇上胭脂擦得红艳，果然亦是明艳不可方物的女子。不愧是芷恒的妹妹，虽是比着芷恒，终究少了那一丝纯净清艳，可亦算得倾国女子了。见她凝眉，杨芷涵细眉一挑，颇有些得意地笑了。陛下看什么？李兆南淡淡一看目光，转身走到书案边坐下。桌上精绣的帘、花锦布，李兆南却看得心乱。他的冷漠，杨芷涵早已听说，但他的风流亦如他的战功一样，天下闻名。他不相信什么三年不近女色的传闻，想必那不过是蛊惑世人，亦或是哄骗姐姐的甜言蜜语罢了。
他从来不信如此天纵之才，坐拥天下的男子会独爱一个女子，此情不渝，更何况又曾是声名风流的绝世男人。纵使父皇对母亲再是宠爱，亦是不可专情的，又何况是冷酷无情的李昭南。他犹记得那些年李昭南常来北冥游山玩水，北冥风情适宜休养，故而他那些年是常来的。那时候他便时常注目他，他冷峻修美，目光幽深，气宇轩昂，他亦时常刻意与他碰面，但他的眼光却不曾停留过。那时候他讨厌他，讨厌他竟然不将他放在眼里。从没有人可以不将他昭云公主放在眼里的。而今他嫁他为妃，谈不上什么情爱，这口气却要堵上。他微笑着坐在他对面，笑容莞尔。陛下为何不语？李昭南看看他，冷眉如霜。你要朕说什么？杨芷涵一怔，纤眉微蹙。李昭南冷哼一声，随手拿起一本书递眼翻看。殿内烛火摇曳，李昭南的神情肃冷如冰，仿佛是天山不容的冰雪，傲岸而不可亲近。他心里不平，面色却尽量如常，色身笑道：陛下来这春暖阁只是为看书吗？李昭南依然低着眉眼。不然你以为朕为什么？杨芷涵双手紧握，难得如此脾性的他还能持着微笑。他起身缓步走到李昭南身边，纤白玉手轻轻搭上他的肩，一股冷香入鼻。李昭南眉一蹙，这样浓烈的香他不喜欢。他稍稍侧开身躲开。下次若再用这种香，便不要靠近朕。杨芷涵纤手停在半空，他看着他，他知道他的冷漠，却不知他竟可以冷漠至此。陛下，你……说着竟咬唇说不出话来。李昭南回眼看着他，见他泪光盈盈，胸口起伏，气郁不已的样子，他不为所动，又淡淡回了眼，落在那一卷书上。许久唯有烛灰乱心，杨芷涵竭力平稳的心绪。李昭南竟如此的无视他，他不可忍受，可他知道他必须忍受。既然他喜欢姐姐那般的女子，那么便是要他过自娇柔了。于是缓步走上，双手沿着李昭南的双肩滑下，悠悠低身靠在他的背上。李昭南不闪不躲，任由他抱着。杨芷涵气道：陛下真真是铁石心肠吗？香暖气息忽吐如兰，在李昭南耳边盘旋。李昭南却冷哼一声：彼此彼此。芷涵身子一僵，一双寒水美眸怔怔地望着他。李昭南侧眸看着，笑意冰凉：不是吗，昭云公主，今日乃你北冥皇族处死之日，你却有心情在这里勾引朕，不是铁石心肠吗？你……杨芷涵终究气结，放开李昭南，本性难移，低声下气许多次，这一次终归忍受不了。你究竟要怎样？难道要我在这里哭天抢地才行吗？今日我杨芷涵已是你的妃，可你来了什么话也不说，
你藐视我，忽略我，那么你为何不干脆杀了我？明知故问。李昭南亦豁然起身，冷眸直视着他的愤怒。你若想死，交出夫囚箱，朕立即成全你。你没有心吗？杨芷涵泪水掉落，却咬紧双唇。他不敢相信，这世上有男人可以如此无视他。从来他都是众星捧月，有多少人向父皇求亲，他都不屑一顾。如今他投怀送抱，这个男人不但不为所动，竟还出言羞辱他。他忍无可忍。李昭南！一掌挥过去，李昭南紧紧握住他纤瘦手腕，略微用力，他的身子便被他压倒在书案上。李昭南目光望过来，杨芷涵瞬间正松，那俊美迷惑的目光，那摄人心魂的目光，他的身子竟是一软，被他握住的手腕一缓缓放下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一夜黄飞》。李昭南扫视他美好身躯，淡淡一笑。勾引朕，你想要什么？我。杨芷涵粉面娇羞，纵使她恃才再妖媚，毕竟是不经人事的女子，被一个男人这样附在身下，仍不自禁心跳如鼓。想要朕吗？李昭南从很早以前便知道，他一直有意引起自己的注意，又故作高贵，只是他越是这样，他便越是忽略他，不予理睬。而今他成为自己的妃，依然如此。杨芷涵思绪稍凝，看着他道：对，作为陛下的妃，自然想要得到陛下的心，有错吗？没错。李昭南勾唇一笑，眸光如炬。只是朕不想要你。说完甩开杨芷涵的手，翻身而起，书案上书本纷纷落地。杨芷涵脑中顿时炸开一般，他一起身追上李昭南两步，喉间却如哽住一般，说不出一个字。李昭南身影投射在青石地面上，目光如月色寒透。朕要的只是夫囚箱，你交出夫囚箱，朕便要你锦衣玉食，做朕的客妃。恕一味固执。哼，你不要我，却想要夫囚箱？杨芷涵忽然冷冷地笑了。陛下，不妨告诉你，那夫囚箱的方子我早已经烧毁了，现而今你想知道，除非我想说。杨芷恒得意地看着他，谁知李昭南的背影却无动于衷。朕早想到了，你没那么容易交出来，甚至会毁掉它，但朕想要的东西就一定会得到。一语封闭，阔步出门。冷月簌簌如冰，寒气入骨凉冷。杨芷涵正住眼眸，李昭南的冷酷决然远超他的想象。可是越是这样，他越是不甘心。那个男人，那个天下至尊的男人，因为有他这样高贵的女子才能配得起。站在他身边的皇后应该是他，而不是那个无尘宫里卑贱的姐姐。洛佑宫夜色深沉，碎了一地的月华，忽然有明润如水的光泽。芷恒靠在窗边，他仰首而望，漫天星斗破入眸中，
仿佛看见了他的脸。他可笑自己竟然这样离不开他。夜静得离奇，回想他一路走来，从这座皇城之中走向了他生命的另一端。他庆幸他遇到了昭南，遇到了那改变他一生的男人。看着他一步一步走上帝位，走上巅峰，而他终究要面对的便是他的后宫。在想什么？身后男子沉厚的声音令芷恒心一颤，他不可置信的回眸，只见李昭南已不知何时站在了身后。他沉沉的眸似乎有夜的冷，又有水的柔。芷恒惊道：昭南，你怎么，你该在春暖阁吧。芷恒微微垂下眼，细碎星光打在他的长睫，眼角眉梢的苦涩稍纵即逝。李昭南走近他，拥住他纤细腰肢。怎么，你不希望我来？芷恒苦笑：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走，可你是帝王，是天子，是……唇上倏然有灼热的温度，他一惊，已被李昭南拥吻在怀中。他手臂紧紧搂住他，力道之强几乎令他窒息。他的热力莫名强烈，他上一次这样似乎还是在奇遇的深牢之中。他的呼吸已渐趋急促，他强烈的挑拨令他不自禁合眼而受。他将他身子逼到窗边软榻旁，芷恒顺势仰面徐徐倒下，一铺乌丝纠缠成了一件精绣连纹青色锦帛。谢却夜的颜妆，芷恒夜荷般清艳的容颜徒令冷月失色。他的吻烙过他的发梢、眼角、鼻端，他忽而睁眼，与他暗夜双眸对视。他悠悠笑意沁在眼底，长指依然纠缠他的发。他吻他的耳垂，他吻他肩上残酷的伤痕。月影斑驳，一片明面花影里，带着薄茧的指尖直过一缕柔细青丝。他抬眸望他，他的唇因他的吻而一点嫣红。这一次回去，他便是真正的天下之主。中原一统，他俯瞰江山，而他母仪天下。芷恒的目光迷乱，李昭南这个令他倾心相爱的冷峻男子，如塞外优雅的豹，解语般漆黑的双瞳，映着独独属于他一个人的纤纤剪影。他此刻的眼里只有他而已。芷恒静默微笑：昭南，我很小气的。李昭南一笑道：我知道。所以他嫣然而笑，双眸满溢柔情：所以你今夜回来，我很开心。李昭南亲吻他的鼻尖儿：我知道。芷恒，从今天起，你便是我真正的妻，是真正的母仪天下，是我大元最尊贵的皇后。从此后，所有人都匍匐在你的脚下。月色漫进他漆黑眸里，有种坚定的惑人美丽从他瞳孔深处点滴浮起。他轻声亲吻他的唇，庄重认真：至于别的女人，我从没有放在过眼里。春暖阁里的女人，我更不会碰她一次。芷恒身子一震，李昭南温柔默默的眼里
更有冷意沉沉。他说的坚决郑重，似乎已超过了缱绻深沉的海誓山盟。志恒微笑抱紧他的背，月影之下风寒不减，只是彼此纠缠的热烈抵御过风，抵御过寒，抵御过所有的一切。他在他的亲吻中沉沦，在他的热望里陷入。烟花褪色，醉了又醒，只希望一生他们都可以这样相拥，再也不要有无奈的分离。唯愿这爱永恒如新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一夜黄飞》，作者悠然，演播叶离，后期制作野心。第83集。次日，李昭南班师回朝，大军浩荡，北冥国已作北冥城。一路而去，志恒独坐鸾车，杨芷涵坐在靠后的车辇。穿过北冥恢复如常的街市，这一次出去恐真的再也不会回来。一切如过眼浮云，沉沉浮浮，最终还是要离开。也许这片土地果真不属于自己。余光望见杨芷涵车辇，车帘亦是微微挑开，露出她柔美的侧脸。想必此时她的心头亦有感慨万千。忆起昨夜李昭南未诉春暖阁，她心里定然恼恨万般。她那样好强的心性，那样自傲的女人，这样的折辱她定然承受不了。她放下车帘，眼前忽地浮现李昭南温柔眸光，想起他昨夜的缱绻深情，心头无比温暖，忍不住再次向外望去。他修身伟岸，背影若冰封凌傲，气度煌煌，贵胄威仪。他不禁心中感动，他从未想过这样的一个男人竟是属于他的。正在想着，大军忽地停住。志恒一惊，素指捏着车帘，他的鸾车紧跟在李昭南之后极近的地方，但见一人下马跪拜，呈上一封急报。李昭南展开而看，那人恭敬开口说：“陛下，阿那犯境。”唐诗言眉心骤然一紧，看向李昭南渐渐凝重的目光。李昭南将急报攥紧在手中，鹰隼似的眼光望向唐世言。好个荣耳丹，想趁着我们立足未稳进犯中原。唐世言却凝眉不语，脑海中飞逝过一个人的笑颜，看着他手中信件，阿那进犯，那么容烟飞。他握紧缰绳，容烟飞曾不惜余力地帮助李昭南，想必此次阿那进犯他定然不知，否则以他的个性至少会事先知会。心里黯然失落，如此说来，他不知道的可能只有一个，他真的已经嫁给了那个乌流国王子吗？不然他怎会坐视两国突起干戈？李昭南随即下令，大军加速回城。内忧才平，外患再起，他登基以来便在烽火硝烟中，战争不断，想必此时朝中亦不安稳，不知李民是否能够镇住。如此下去，劳民伤财，议论纷纷，只恐国本动荡。这些日子李昭南一直沿袭治国之道，
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，若是一味的征战，国库亏空，百姓贫苦，那做这个江山又有何意义？李昭南心中不平，额那便是料准了此时发动干戈，要么便是两败俱伤，要么便是自己妥协退让，这两条路哪一条对自己都没有丝毫好处。一路之上，帝王目光沉沉，回到皇宫，李民将积压的国事一一上报。还好李民是文武全才，留他在朝中确实可以倚重的。李昭南整夜批阅奏折，烛辉明了又灭，他甚至未及更换战衣，便不停地看着奏书。芷恒不忍，端一碗安身茶在他面前，轻声道：歇息下吧，至少要先换了衣裳，吃点东西啊。他素白仙纸搭上李昭南肩上，李昭南抬手望着他，凝眉叹息：凉州水患，苏城冰冻，如今阿那竟在此时犯我国境，实在卑鄙。芷恒微微低眼，于国事他无从插口，只道：陛下，可是方才发觉做江山远比打江山还要更难。李昭南一怔，不错，他或多或少也力不从心，从前四方征战，浴血沙场，是打心底里畅快淋漓的，可处理国家琐事却已令他身心俱疲，那重重重压仿佛是一块石头，不断地增加着他的分量。他如今要想的事情太多，适才他才查看了国库剩余，因连年的征战与内乱，国库空虚已不堪重负。可是阿那已兵在边境，难道要让剑指四方无从拜解的他对阿那礼让三分，低头求和吗？他做不到。芷恒，做江山累的是心，而打江山累的是身，你说哪个更难？李昭南沉沉叹息，轻轻按着额头：可那便是帝王所要承受的，不是吗？芷恒说着扶开他的手，仙指轻轻揉动他的太阳穴，他目光怅惘，作为帝王，有些骄傲在有些时候必须放下，便如他作为皇后，作为李昭南的女人，亦要承受后宫争斗一般。难道要朕去与阿那议和不成？在他李昭南的生命里，战场之上只有胜负，没有议和，他认为那便是最大的耻辱，他不能接受。芷恒双手沿着他的肩轻轻滑下，如雪容颜柔腻温软，贴在李昭南颈侧，他悠悠说：昭南，我独自在山上三年，唯一学会的便是忍，忍得一时，方可图日后。若我当时不是离开了你，想必我早已经没有命站在你的身边了。而你又何须介意一时的胜负成败？何况议和不是失败，想必阿那亦不会得寸进尺，汉高祖刘邦有白登求和之耻，可他最后坐拥天下，唐高祖李渊亦一度向突厥称臣，可最后他执掌江山，唐太宗李世民如你一般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取，可当他初登大位，国际不稳，亦有渭水之盟，轻缓兵之计，最后终将突厥一网打尽，血洗前耻，军国大事芷恒不懂，只是一位好强征战，巨资军事，只恐怕留给后世的江山
却已千疮百孔，最终走向衰落。李昭南听他字字深刻，电火明暗不定。他以前从不知芷痕竟如此会大道理。他将他缓缓拉在怀中坐下，挑唇微笑：你将朕比汉武帝。芷痕莞尔，清美容颜嫣然妩媚。芷痕谁也未比，你就是你，谁也不能比。李昭南亲吻他的唇，却忽地郑重道：朕可议和，却只怕阿那野心不止于此。渭水之盟令太宗明白，突厥善变必除之而后快，只怕日后仍然逃不掉一战。可如今却不是时机，大元征战了太久，虽皆是凯旋而归，却亦是元气大伤。此时此刻，大元需要的怕是休养生息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一夜黄飞》。芷痕一番话正说在心坎里，只是他一直犹豫的，便是放不下多年以来天地不惧、鬼神不畏的面子。作为天将军，他大可以纵马天下，不管不顾，踏平阿那。可作为一国之君，他却必须面对江山社稷、天下百姓、人间疾苦。他望着芷痕，忽然说：芷痕，你变了很多，说起这些来竟也是头头是道。芷痕笑道：我不过随便说说，在山中的三年也只以说话打发时间，读了一些书，谈不上道理，总归不再如从前，一点都帮不上你。李昭南将他抱紧在怀里，芷痕靠在他的肩上细声说：对了，你给我的陪葬品还剩下一些，不多，店卖了怕也可充实国库。李昭南睁松，轻轻推起他，望着他淡笑的脸：陪葬？芷痕点头：你忘了吗？你给我那样隆重的葬礼，那么多珍奇，不然你以为唐世言哪里有钱购置那些粮草？李昭南心中一震，莫名忆起那一场三年的鏖战。的确，那时候自己对唐世言的说辞便十分疑心，他有多少资财他最是清楚，可大批购置到粮草的确匪夷所思。李昭南眼里深情几许：竟是你。芷痕的手被牢牢握紧，芷痕笑说：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如今他们还能派上用场，不是很好吗？李昭南的心似乎被什么牢牢抓紧，他的手亦收紧了力道。芷痕眉心一蹙，李昭南已经将他拥紧在怀里：芷痕，你越来越像个皇后了。他语色依然沉沉，心里却激荡万分。芷痕坚定了他的信念。作为帝王，他的无奈便是再也不能随性而为。突的，李昭南眸光一肃，但见窗格外树影忽然纷乱，他立时将芷痕拥起，闪身至芷痕身前，但见窗格处一人影迅疾而来。突的一声巨大的声响，那人跳窗而入，李昭南蹙眉，拔出身边长剑：芷痕小心。芷痕紧紧贴着李昭南背脊，只见那人娇小的身姿，一身嫣红，回首之间清澈的眼睛流光分明，却引了若有似无的忧愁。李昭南定睛看去，惊讶道：容烟飞。那女子点头，一身风寒遮掩不住眉宇间的踌躇，正是容烟飞。
此时殿外侍卫已冲将进来，李昭南连忙挥手示意，都退下吧，是朋友。侍卫一怔，相互而望，再见来者乃一名红衣女子，随即施礼而去。李昭南看着容烟飞，此时再见，彼此目光里皆有几分复杂的情绪。容烟飞曾屡次对他施以援手的女子，此番前来却是敌营的公主。仍记得送他离去的时刻，这一次迎他回来的却是战争。李昭南将长剑收回，殿宇高烧的明烛燃烧静默。公主好本领，宫中守卫如此森严，公主竟可以如此轻易的来去。李昭南唇角一息带笑，他了解容烟飞，明白这一切绝非容烟飞所愿，不然他也不会出现在这里。容烟飞苦笑道，陛下，难道您忘记了滦阳城构筑图我一时看过的。李昭南一怔，遥想那一场宫门喋血，不错，那时候容烟飞凛然助他宫变，他莫名信任他，便如信任唐世言。李昭南渐渐凝眉，容烟飞亦沉重道，放心，我没有那么卑鄙，对于父皇此次发动战争我劝阻不住，我不会对他说半个字的。李昭南挑唇笑笑，公主此来何意？李昭南布下龙案，只哼一步步跟在后面，他想容烟飞的到来许是个转机。容烟飞看着他，目光里楚楚光色，尽是为难与矛盾。此番两国起干戈，纯是父皇挑动，这是他绝不愿意看到的。他回到阿那，拒绝婚嫁，以死相逼。父王无法取消与乌流国婚事，取以钱财修两国之好。而后父王将此事迁怒于大元，父王认为自己屡次援手李昭南是对李昭南情意暗许，加上此番阿那大破资财，又赶上大元连年征战元气大伤之时，容尔丹便毅然发动此次战争。容烟飞深深吸一口气，沉重道，此次父王亦并非要交战不可。哦，李昭南道，公主有话不妨直说。这样吞吐似乎不是容烟飞的性子。容烟飞看看一边的纸横，他容色嫣然，静静依在李昭南身边，沉默地看着他。见容烟飞向他望来，不免一怔，随即笑道，公主，莫非此事与我有关吗？容烟飞这才收回目光，偏过头去，不，皇后，没有。见到芷衡，他的心里有许多感慨，这个唐世言心里的女人，见到她便不由得想起唐世言，想起那个日色如洗的山间，他白衣策马，他绝色倾城，他深情地吻他，却对自己退避三舍，心头无端的牵动令神色俱沉。李昭南见此一凝眉说，怎么，公主可是有何为难？容烟飞低声道，不，与皇后无关，是父王此番发动战争，一时对大元对陛下的不信任，陛下踏平中原一统天下，父王只怕终有一日陛下亦会毁弃对阿那的友好盟约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先发制人，趁着大元元气大伤，又逢灾难频频之时占据先机。入冬是草原的苦日子，父王并非要恋战，只是怕大元趁着冬天发动战机，为求个心安便率先出手
所以……容颜飞一顿，李章南疑惑道，所以……所以，父王的意思，要么我和亲大元做你的妃子，要么大元许阿那不匹钱财，要阿那度过这年苦冬，他才能安心。容颜飞说着，眸光更暗。和亲？李兆南怔忪，于容颜飞他在心里敬佩，却从无儿女情长。而许阿那姿才，却只怕一时力不从心。苏城兵灾，凉州水患，本已空虚的国库，就算加上当年指衡陪葬，只怕内忧尚不能缓解。若是再以巨资令阿那退兵，那么势必灾情无法控制。此事当真是进退两难。指衡见李昭南神色凝重，容颜飞忧郁重重，心下略略一思，想起容颜飞曾只身上山面对唐诗言的眼神，她是女人，她懂得那样的眼神。而今她站在李昭南面前，说起和亲，容色悠悠，显然并无半分情愿。既是如此，那么……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一夜黄飞》，作者悠然，演播叶离，后期制作野心。第84集，烛辉已凝结了夜色。只恒上前一步，笑道：既然此次战争皆非双方所愿，无非是彼此相互不信，那么却不知我大元的唐义公是否配得上阿那的金国公主。容颜飞一怔，面色倏然绯红，如云浮烟，缭乱眼眸。他看向只恒，但见他轻颜如水，目光透彻，仿佛是看穿了自己的心，唇角凝着笑意。李昭南一时一惊，但见容颜飞神情羞赧，面色青红，心下顿时明了，倒是放宽了心，了然笑道：哦，既是如此倒是甚好，那小子天天喊着要个压寨夫人，只是赐他个公主，倒是便宜了他。谁要嫁给唐诗言？容颜飞心里仍然多少介意唐诗言的无情，想起不久之前的一幕，他甚至没有丝毫挽留之意。若他不愿，他容颜飞却绝不强人所难。他转身，殿外已见微明的天色。容颜飞长叹一声：陛下，容颜飞言尽于此，若是两个条件陛下皆不可接受，却只怕你我之间便免不了一战了。今晨父王恐怕便会来与陛下交涉，陛下趁着还有些时辰好好想一想吧。容颜飞言毕，一身嫣红消失在暮色茫茫中。殿口冷风簌簌，大殿之内几许寒意将残烛吹熄。昏暗之中，李昭南并未叫人燃烛，他轻轻揽住指恒素腰，深深凝眉。只怕这一战对阵几次是免不了的，但他仍旧希望可以不必大动干戈。指恒，你确认吗？李昭南忽然道。指恒自然会意，确认。容颜飞公主曾只身上山，只为寻唐大哥而已。那么唐世言又是何意？李昭南望向他，黑暗中有微微曙光即将穿透暗云。只恒神色不明，只是暗自凝眉，轻轻低下头去。
犹记得山峰树树中唐世言的深情拥吻，虽然他再不曾有任何举动，却不知此时他心意究竟如何。见他垂首不语，李昭南牵唇一笑，他爱你。芷恒一怔，惊颤地举手望向他。李昭南神色在暗淡的夜里，冷峻里是怅惘与豁然。他眸内布起捉摸不定的笑意，芷恒不免心惊。他凝眸不语，李昭南却笑着回身，走回到龙案前。无需隐瞒，我早已看了出来。在我看见他抱着昏迷不醒的你时，那种焦灼不安与痛惜万分的眼神，我便知道了。芷恒回身望着他，他知道了，可他没有说，甚至没有质询唐世言，这实在是不像他。李昭南提起笔，奋笔疾书。不必惊讶，说那男人不是唐世言，我早便杀了他。李昭南暗眸在微明的天色里如夜深沉，他语声冷冷的。芷恒走到他身边，为他挑起一点烛光，照亮他笔尖的墨水。李昭南将一纸圣谕写好，高声呼道，来人。立时有内侍匆匆上前，低声拜道，陛下吩咐，将此书信上山交与唐义公，命他速速前来。李昭南容似凝重，内侍小心接过书信。李昭南转眼望向芷恒，暗夜般的眸里却浮起似笑非笑的光色。他不语，转回到内殿之中。芷恒跟在他的身后，他复杂莫名的神情令他不解。李昭南那样的眼神分明不见了大敌当前的忧色，他究竟心里在想什么？这一战是否真的可以在这一纸书信中便避免了？唐世言连夜来到栖霞殿，清晨薄寒透金，芷恒一身素洁莲纹隐花裙裳，坐在李昭南身边。李昭南已换一身墨黑盘龙袍，见过唐世言，想必便要去迎见阿那使臣。唐世言一副懒洋洋的样子，显然李昭南的书信扰了他的好梦。陛下，何事这样急啊？李昭南龙眸暗深，目色沉沉。你惹下的好事。唐世言一怔，芷恒亦是不解地望向李昭南。李昭南拍案而起，沉冷的目光，龙颜大怒。你可知阿那进犯大元的真正动机？唐世言一怔，不是趁虚而入吗？李昭南盯着他，唇角牵出一条冷酷的弧线。说吧，还打算瞒着朕吗？你到底怎样得罪了容颜妃公主？唐世言身子一震，容颜妃，这场战争竟与容颜妃有关吗？李昭南冷声笑道，既是你惹下的祸患，你便去给朕解决掉，否则不要来见朕。李昭南回身背对他，怒气不消。芷恒大惑不解，容颜妃分明不是这样说的，可昭南他……昭南，芷恒才开口，李昭南便喝断他。芷恒，不要求情，这一次若解决不掉，唐世言，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。唐世言大骇，他为李昭南办事多年，李昭南一个眼神他便明白他的想法，而他通常这样说便意味着……唐世言不知为何他如此动怒，但想必如今身为帝王的他更加难测了吧。
芷恒不懂，看向唐诗言。唐诗言稍稍沉下一口气，从容道：好，你的命令我从来不能不听。他转眼对上芷恒疑惑的目光，笑道：若解决不掉，唐诗言自会自裁于陛下面前。说完转身而去。等等，李昭南道：回山准备迎战阿那，阿那提出的议和条件朕不能答应，这一战便由你来应战。唐诗言转身看着李昭南不容置疑的目光，他冰冷如铁，狠辣如鹰，从来都是如此，他似乎应该习惯了。唐诗言施礼而去，背影隐没在晨光下。晨光明媚，可他的背影却显得沉暗至极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一夜黄飞》。芷恒走上前，不解地看着李昭南。昭南，明明不是那样的，你……李昭南突然笑了，恃才的狠辣阴森之色顿时消失。芷恒一怔，李昭南却笑道：Swear I won't forget this, why do I regret this? In my mind reckless, thoughts are feeling endless. Sitting up I'm breathless, anxiety's infectious. I feel so defenseless, betrayed and embarrassed. I hate being open, I hate being broken. I feel like an ocean filled up with emotion. Anger ain't a potion, rub it on like lotion. I can feel it soaking, reopen, the scars have awoken. I can't move on till I let goI feel so lost, never at home. Need to be strong, every breath hold. Cause I can't move on till I let go. I can't move on till I let go. I feel so lost, never at home. Need to be strong, every breath hold. Cause I can't move on till I let go. Every breath hold, cause I can't move on till I let go. I can't move on till I let go. I feel so lost, never at home. Need to be strong, every breath hold, cause I can't move on till I let go.荣尔丹的使臣果然提出了同荣烟飞所说一般的两个条件，李昭南断然拒绝，于是荣尔丹当即下令兵临颍水，颍水河畔两军对峙。唐诗言一身战袍于秋风中瑟瑟而动，对面阿那兵队临风而立，为首的女子依然嫣红一身，眉目清秀，眼神却忧色重重，如同浓重的秋色沉在眸底，
挥之不去。他望着对面的男人，战袍加身，目光肃然，他的眼光亦不再清朗如初，仿佛乌云遮日，有种看不透的纠缠。如今大元高举唐一公旗帜，战旗猎猎，容烟飞目光痴望。荣行山立马一旁喝道：好个大元天子，竟如此自傲，我阿那有心修好，他却不领情。修好？唐诗言一怔，李昭南并未与自己提及过阿那修好之事，李昭南的疾言厉色还在眼前，令人不寒而栗。他转眼看向荣烟飞，荣烟飞连忙避开他，神色冷冷的。唐诗言道：公主，没想到我们再见竟是在战场之上刀兵相见。荣烟飞冷声道：人生无常，原便如此。唐诗言沉了眉目：一定要这样吗？荣烟飞面无表情：别无选择。突的刀光暗了日色，荣烟飞弯刀硕亮，两柄如月弯刀在手，骏马嘶鸣，勒马上前。唐诗言，你我两国交战，不可避免。弯刀颜亮刺眼，唐诗言枉然看着这一切。那一天他没有追回他，却亦不曾想过再次相见竟是刀光对剑影。唐诗言手中一紧，剑气亦立时纵横如风，磅礴的剑气令荣烟飞眼目微眯。战场之上，秋风扬起沙尘飞扬，秋阳万丈金光，却只落得刀光寒，剑影深。还有一双相望的人，黯然凝眸。唐诗言，接招吧！荣烟飞弯刀硕亮，旷野茫茫，迎水河畔，河风裹着苦苦的涩味，刀锋过处，草木尽凋。唐诗言闪身避开，长剑刺破秋阳，刀剑相击，电光火石。荣烟飞的眼神在刀光处隐隐透着哀伤。如何愿意如此刀兵相见？如何想要这般生死相搏？只是他毫无理由说服父皇嫁给李昭南为妃，莫说是自己不愿，便是李昭南怕也不愿吧。当他得知李昭南拒绝两个条件时，他便想到了战场之上许是会面对熟悉的人，或者李民，或者是谁。可是他却没有想过竟会是并无官职，只危难时方才出手的唐诗言。唐诗言亦不曾想过荣烟飞竟如此冰冷决绝，他的眼神分明还有情愫深刻，可为什么却不肯放下手中弯刀？战马嘶鸣，天宇暗淡，两军肃然而立，看着各方主将挥刀劈剑。唐诗言横剑架开荣烟飞凌厉的一刀：公主，可否与唐某单独谈谈？荣烟飞是何等好强的性子，既然唐诗言与他没有情谊，他是绝不拖泥带水的女子。他面无表情：战场之上，岂容多言。刀锋前冲，唐诗言闪躲之间，只听嘶的一声，战衣被划出一道口子。秋阳破上，遥远的山峦俊秀亦被逼成一道连长的线。迎水河滔滔流淌，秋阳下随着那残破衣襟落下一缕墨黑长发，似与天边远山连作了一线。唐诗言一惊，那青丝裹着玉色缎带飞扬在秋风里。一缕青丝，一缕情丝，刀光剑影无情，
许便是一个错手，便会将他斩作两半。他翻身下马，一个鱼跃，滚地将那一缕青丝握在手中，柔软的触感，刹那那流光飞舞的日子，锦瑟年华似的皆在这个瞬间消失。你可知我为何去而复返？我是来找你的，我半途折返不为别的，我只为你。我们阿那女子爱上一个男人，就会将一缕发亲手割下给他。唐誓言，我一定要和你的发系在一起，一定。唐誓言从不知道这一句句一声声自己竟会如此清晰地记在心里。尘埃飞扬，秋沙眯眼，唐誓言就地一滚，容颜飞来不及收拾的刀锋划过他的手臂，鲜血四溅，与沙粒混作污浊的气息扑入口鼻。唐誓言握紧手中青丝，那是容颜飞亲手割下给他的信物。他抬眼看着容颜飞，只见容颜飞握刀，目光惊惶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一夜黄飞》，作者悠然，演播叶离，后期制作叶欣。第85集。他不敢置信，自己的那一刀他竟没有躲开。他好像急于冲向另一边，而忽略了他并不犀利的攻击。容颜飞定睛一看，只见唐誓言淡淡微笑，单膝跪地，清朗的目光不再有阴霾深深。他手中紧紧握着的是被玉色缎带束紧的一缕青丝。容颜飞心头一震，目光顿时似水，那过往的悸动的刻骨铭心的热烈表白，那曾经坚定不移的青丝誓言，软软地流过心底。容颜飞望着他，几乎脱口而出他的名字。可是只听身后已传来呼声连连，公主是英雄，公主，我阿那的女中豪杰，公主万岁万岁。阿那国勇士们声声的呼喊，令容颜飞心绪顿时大乱。他不知所措地立在原地，望着欢呼雀跃的阿那兵将，望着荣行山大喜过望的神情。好妹妹，看他大元皇帝还敢如此嚣张。荣行山一句话几乎穿透了荣颜飞心肠。荣颜飞低眸看向唐誓言，他败了，他竟败在了自己的手上，而并非功力不济，而是为了那一缕青丝。秋阳更盛，晃得容颜飞头晕目眩。他看不清唐誓言的脸，看不透他的眼神。他淡笑如风，暗了秋色，旷远大地，无言江水，滔滔风来。唐誓言缓缓起身，将青丝放回到怀中，抱拳轻声说道，公主，你赢了。唐誓言翻身上马，一声令下，大元军队士气低沉，马蹄声阵阵，秋色踏碎，唐誓言的背影消失在秋阳茫茫中，沙尘中还有他的鲜血，还有他的温度。容颜飞感觉到心头剧痛，那个背影令他鼻端酸涩不已，几乎落下眼泪。为什么自己越是想要坚决地忘却，却越是深刻地忆起曾经。
他缓缓闭目，秋风瑟瑟如刀，一缕缕纠缠的发凌乱风中。大元军队第一次对垒便败下阵来。唐世言跪倒在栖霞殿前，冰冷的石砖，寒冷自膝上袭入心里，心里的寒意却掩不去眉间的失意。荣燕飞拔刀的瞬间，他的脑海中有刹那空白，而后清晰的便是他曾战场驰援热泪表白的秀色容颜。于是那磅礴剑锋里便有了绵绵柔情，便有了迟疑与退让。当青丝落地的瞬间，他更是奋不顾身地跃下战马。那时那刻他才惊觉，原来荣烟飞的离去早已是心头烙刻的深深伤痕。李昭南缓步夺出栖霞殿，站在唐世言身前。他低眸望他，目光冷似冰霜。唐世言，你可知罪？唐世言平静道：唐世言知罪，愿以死谢罪。死？哼，好。李昭南冷冷一笑，向身边高喝一声：来人，将唐义公押入天牢，三日后处死。龙袍卷起一地落花如雨，唐世言怔怔跪在当地，眸中却无半点波澜。这是他料到了的，李昭南的冷酷决绝他不是第一次感受，他说过的话便一定会兑现。他说要他死，他就一定不会活。身边之人略微迟疑，人人皆知唐义公虽不在朝为官，却是当今圣上最为倚重的人。李昭南背向唐世言，狠狠望向一边世人：愣着干嘛？没听见朕的话吗？侍从一惊，连忙走到唐世言身边：唐义公得罪了。唐世言缓缓起身，沉默地走下栖霞殿白玉宫阶。他一步一步不曾迟疑，甚至唇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。芷恒躲在殿门内，此时亦不禁走出，望着李昭南沉冷的眸光，目色晶莹。昭南。李昭南看向他，没有言语，转身走回大殿。芷恒心头一紧，昭南，他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？他真的要办唐世言吗？他的眼神看上去那样冷，不像是玩笑。况且唐世言战败，如此公然下狱，只怕日后就算要放了他，也会为居心叵测之人诟病，到时又要如何收场？为什么他总也看不透他的眼神，看不穿他的心？芷恒默然叹息，君心莫测，也许他终究不够了解他。李昭南令唐义公下狱，且将此事闹得沸沸扬扬，天下皆知，人人不免震撼。伴君如伴虎，看来果然不错。而芷恒每每提及唐世言，李昭南都会避而不谈。他到底在想什么？阿那冰还在眼前，两日来他宁愿与来时反复纠缠，也不愿放过狱中的唐世言。眼看决裂行刑之日还有最后一个晚上，腊月已至，十二月梅花含苞，冬寒将来。芷恒一身薄棉织锦裙立在窗边，望一束梅花似傲。是否唐世言一时太过骄傲了？是否他们之间有什么是自己不知道的？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
一夜黄飞。眼看行刑在即，却不见任何转圜的余地。李昭南奋笔疾书，批阅奏章，只恒远远看着龙案前的他，眸光在烛会里凝结。他似乎很多心事，又似乎若无其事。忽的一阵冷风袭过，烛火猛地摇曳，几乎熄灭。只恒心一颤，但见李昭南亦是笔尖一顿，眸光犀利地望向殿口。果然，一抹烟红色身影自殿口直冲入大殿，有兵卫刀兵相见，碰撞激烈的火花。夜色愈发浓了，只恒看见李昭南唇角微微一牵，烛灰下眸光分明。他一怔，只见李昭南缓缓起身：“都退下，是朕的朋友。”殿口兵卫得令，立时停手，退在一边跪道：“是。”钟烟飞收起弯刀，立眸如电，望着李昭南冷冷双眸，寒意陡生。只恒惊道：“公主。”钟烟飞看他一眼，却亦是眼神冰凉。他冷哼一声：“哼，皇后，往唐誓言对你情深意重，如今你却要眼睁睁看着他送死吗？”只恒一怔，愣在当地。他看看李昭南，李昭南却容色安定，平静说：“公主此来，只是为说这些吗？”容烟飞望向李昭南：“陛下为何要这样做？”李昭南笑笑：“朕不明白公主所指。”容烟飞愤然上前，容色嫣红：“不明白，你为何要杀唐誓言？”“公主，唐誓言临行立下军令状，若不能解决阿那犯境之事，便自裁于朕的面前。如今他更是首战告败，朕令他下狱处死，有何不对？与我大元国政，公主是否插手太多？”李昭南眸光暗淡，声色俱沉。钟烟飞怔忪，李昭南如此的样貌，全然看不出即将处死的人是他曾经的生死兄弟。陛下，难道曾经的种种您全都忘记了吗？是谁肯为您出生入死，无悔无惧？是谁肯为您流血牺牲，义无反顾？此番他不过败了一阵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您便如此不念往昔之情？试问您于心何忍？容烟飞动情之处，不禁泪水盈盈。烛灰里他目光深深哀愁。李昭南缓步走下龙案，窗缝拂进的冷风令眸光更寒。“不然怎样？阿那的两个条件朕不可能答应。凉州水患，苏城兵灾，朕不可能同意种尔丹如此巨额的议和条件。而与朕为妃……”李昭南冷冷挑唇：“公主可愿意吗？”容烟飞一怔，李昭南目光冷似寒霜，似乎毫无破绽可寻。火影在帝王脸上飘忽不定，只恒只是一边静静看着。他始终相信李昭南不会绝情至此。月色苍白，容烟飞目光忽而柔软，悠悠望向殿外：“陛下，果真要杀唐誓言吗？”容烟飞沉声说道。李昭南道：“除非有一个坚实有力的理由令朕信服。”容烟飞悠悠一笑，回眸说：“我想见他。”李昭南毫不迟疑地向殿外吩咐：“来人，将唐义公带到栖霞殿来。”容烟飞暗自凝眉，
李昭南如此决然地要杀唐世言，却为何如此轻易地便要自己见他，且不是令他前去天牢，而是将唐世言传到栖霞殿来。陛下不怕唐世言半途跑掉？荣烟飞挑眉道，以唐世言的本事，这不无可能。李昭南却从容笑道，他不会。如此坚定的眼神更令荣烟飞不解，既然他如此信赖唐世言，却又为何一定要杀他？许久，殿内皆是冷冷沉默。芷恒缓步走到李昭南身边，他眉间亦是许多疑惑不解。李昭南的心思恐非常人可以体会，而自己终究也只是比别人多了解一点罢了。若说看透了他，这世上恐没有人吧。殿口传来细碎的脚步声，三人一起看去，只见唐世言一身囚衣迈进栖霞殿，世人一个低身，李昭南示意他下去。殿内只有他们四个人而已。殿门被缓缓关严，一色月光被掩遮在殿外，只是稀疏的落进几缕，打在青砖地面上，与烛灰交融，恰到好处。唐世言道，罪民参见陛下，参见皇后娘娘。目光悠悠一侧，容烟飞苍白的容颜映进眸底，他轻轻一笑，参见公主。容烟飞心里万般心酸，唐世言如今一身囚服，豪野脸上多少落魄，可那眼神却依然清朗，并不见即将大刑的死囚。唐世言，此人如此无情无义，你便就这样束手就擒了吗？容烟飞不解，想想从前唐世言明明个性极强，可对于李昭南他却是无原则无条件的一味愚忠，无论李昭南说什么他都认为是不可忤逆的。唐世言，你愚忠？容烟飞不解，他竟不为自己辩解一句吗？唐世言缓缓看向他，忽而笑了。公主好意，唐世言心领，只是唐世言蒙老帮主大恩，且从来都是听命于陛下，陛下既然要我死，我便一定该死。容烟飞几乎不可相信，他目光淡定从容不迫，一副视死如归的大义凛然。他转眼再望向李昭南，唐世言的话他竟没有一丝感觉吗？他冷声说，神人都说大元天子无心无情，如今我真真信了。说着忽地将手中弯刀扬起，寒光直逼李昭南胸口而去。芷恒大惊，公主！他下意识地闪身李昭南身前，李昭南连忙将他揽住护在身侧。容烟飞寒刃如霜，烛灰凌乱在目光里。我今天一定要带唐世言走，要么出手将我一同杀了，要么便放我们离去。一声决然，李昭南眸如冷夜，身似幽凉，却不言不语。容烟飞见他沉默，握着弯刀的手终究狠狠一紧，他挺身上前，弯刀如追月电芒，直接向李昭南而去。李昭南一个闪身避开，刀锋却忽然顿住。容烟飞只觉腕上一紧，他转眸看去，只见唐世言起身牢牢攥紧了他的手腕。容烟飞望过去，唐世言清朗眸光坚定，公主要杀陛下先杀我。容烟飞一怔，唐世言的眼里
纠缠着复杂、痛楚与隐忍。他握住他手腕的手微微颤抖。荣燕飞不解，陡然一滴泪水滑落。唐诗言，你是被迷了心智吗？你这是愚忠，你知不知道？公主，我们兴隆帮的人皆以陛下之名侍从，乃亘古不变的帮规，谁人亦不能违逆，即使是我也不行。况且我唐师爷蒙受老帮主大恩，无以为报，老帮主生前重重嘱托，唐师爷在，则定要保陛下安妥。唐师爷默默情志与坚定忠心在眼里分外清晰。荣燕飞看着他，流连的泪水忽而断线，落得汹涌不止。唐师爷，你是傻瓜吗？你愿为他死，他却要你去死。唐师爷，你……他紧紧咬唇，再说不出半个字，仙指却陡然一松，如月弯刀锒铛落地，青砖地面发出清脆的声音，惊碎许久的沉默。唐诗言一缓缓松开握紧他的手。荣燕飞怔怔地站在当地，娇躯微微颤抖，电火高烧，光火分明，燃烧的电烛油油光火细密似针，一针针扎入荣燕飞心里。而唐诗言的目光亦渐渐跌落，他握紧双手，只望着荣燕飞投射在青砖地面上纤细的身影。好。许久，荣燕飞缓缓开口：“陛下，我不杀你，既然再无转换，那么……”荣燕飞转身望向李昭南，目光里摇曳凄凉的光色，他眸底的泪水陨落如雨，唇角微微颤抖着，却似乎带了一丝微笑。陛下，既然如此，便请陛下将荣燕飞一同杀了。反正阿那与大元亦是免不了一战，倒不如我与唐师爷死在一处，免得看着这世间人情淡薄，倒也痛快干净一些。说着低声拾起地上弯刀，银亮的刀光飘忽，令电烛如霜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